有人攻击这样人到心里，他参加一些人丢进来，电价大点的灯电，灯电大点，那灯电要电大点，从1月5日开始，到现在就7点，然后公园路那边的新路，大丰新路，那要到那个新进路，工程国小南边那边，那边的花灯。进行充电吧。